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41页，从第一行看起啊。前言：这一段长文是我们在第一次学习念老的注解，将他的前言的重要的地方揭露出来，一共揭露了8段啊，90段。这个我们在这一次整理的时候，这个10段可以把揭露的文删除啊，我们只留念老的解啊，把这个6放到解啊，上面的解5这个地方呢6这就免除啊重复了，两段历史重复的。我们看第6啊，写个这第6节，更以净土注经之中。啊，在第4行啊，唯此经备设圆妙，净土有3经1论，前清慧远居士将普贤行愿品
最后的一卷，就是十大愿王到归极乐，附在三经的后面，称为净土四经。啊，这个本子我过去看过。啊，好像还有一本呢，收藏在澳洲，净土四经。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将《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一章经文提出来，附在四经的后面，变成净土五经。啊，净土经典呢，到此地可以说是非常圆满了。啊，大势至圆通章确实很有必要，那是净土的心经，只有244个字，啊，比般若心经还少。啊，确确实实，大势至教导我们修学净土的理念和方法。提出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度舍六根，净念相继，这方法啊，微妙极了。这是现前五经一论。五经一论当中，无量寿经背时圆妙啊，背也是圆满的意思。摄时摄受净宗的圆满微妙都在这部经里头啊，它是属于概论性质，是介绍说明啊，把西方极乐世界详细的告诉我们啊，一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啊，宗就是修学主要的方法啊，以弥陀生念必生的大愿为本啊，这是净土宗的根本。是第48愿的第18愿，生命三辈往生之因，在本经三辈往生、往生正因这两品所说的，啊，教给我们求往生的方法。广摄九界凡圣之众啊，这是说净宗学习的对象，也是圆满的啊，包括九法界四圣六凡，完全包括在其中了啊，正行持名念佛之法，直指往生归元之路，是故此经称为净宗第一经。
我们接着再看底下的一段的注解，第七段在142页。但此书圣第一旨经宗宝典尽在我国大藏中尘封1000余年，这在大藏经里头就是说没有被人发现，没有人把它取出来学习啊，确实在中国这1000多年，净宗学人都学阿弥陀经观经，那为什么不学无量寿经？这下面说了，考其原因，盖有此经五种原因，互有详略出入神句。这五种原因本不像的《金刚经》，《金刚经》有六种原因，我们在《大藏经》上看到，大同小异啊，确实，底本是一个本子，翻译的人不一样，所以翻译的文字也当然不相同，意思大概都差不多。那么《无量寿经》这个五种原译本呢就不一样了啊，有些经典译本说得很详细，有的说得很简略啊，出入很大。这里举出一个例子，列入弥陀大愿，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位移唐译这两种译本里头是48愿，但是在汉译吴译两种里头是24愿，在宋译呢它只有36愿，这问题就来了，我们到底遵从哪个本子啊？所以随时粗心学者，专持一疑呢，难免生疑。啊，选择里头一个本子来学。啊，但是其他的本子里头还有很重要的经文，你就没有学到，遍读五种又感艰难，五种都学吧麻烦，于是多舍此经而专攻阿弥陀经，这在中国产生这个现象。啊，清朝初年彭绍深居士曰，此经山阳之少啊，弘扬的人少，学习的人少，讲解的人少啊，什么原因呢？是以无善本故啊。黄念老对这个非常赞成，臣在是也。
这话说得好。是以宋朝王日休，就是王龙书，清朝彭绍慎，魏成冠啊，这三个人都有弘扬此经，先后啊而有汇本与结本之作。结本是彭绍慎做的啊，汇本呢王龙书有汇本，魏成冠有汇本，啊，这些人学确实是有成就，啊，王龙书居士非常可惜，四种原译本，这个五种啊，他只看到四种，唐译的他没看到。啊，唐译的是《大宝积经》《无量寿会》，啊，这里头也有很重要的经文，其他四种里头没有。啊，这是净宗学人不能不知道的。那魏成冠的虽然五种原译本呢都看到了，印光大师对他的批评是取舍不当，也就是应该取的他疏忽了忘掉了，不应该取的他都把它揭露下来了，取舍不当，而且改动经文啊，这是很大的忌讳。那么汇集确实有此必要，没有好的汇集本，啊，我不是在此地一直读下去就知道了。宋代大居士王日休曾撰《龙书净土文》，《龙书净土文》是王日休居士做的，啊，四海沉鱼。佛门这些大德对《龙书净土文》都赞叹，传颂至今。王氏临终，断力往生。啊，他是自在往生的，没有生病，而且是站着走的。可证居士是为我国净宗皆心居有，殊胜稀有之在家大德。啊，不是仅仅在经典上研究，他有修持，他有念佛的功夫，啊，殊胜稀有啊！王氏身开宝典之称风，于是呢，汇集无量寿经。你看，汉、魏、吴、宋四种原译，另称一本，名为《大阿弥陀经》。王本，王龙书居士，他汇集这个本子，啊，问世就流通了，海内成编，丛林奉为课本，流通甚于原意。
是流通了一阵子。我国龙藏即日本大正藏均采入王本，王龙书的会议本也入了藏，大正藏龙藏是对的。莲池大师云，莲池大师是明朝人，王龙书是宋朝人，莲池大师对他有批评，王师所毁，教之无益的简易明显，流通今世立业甚大。有书以王本世所通行，人习见故，看的人很多，故于所著弥陀俗钞中，凡引证无量寿经之处呢，多取王文，兼才愿意。这就是说明莲池大师对王龙书居士的汇集本也相当重视。《弥陀经》俗钞里头引用无量寿经的，多半都是用王龙书的汇集本。有时候也用到原译本。近代印光大师于所传《重刻》云中朝序中，一赞王本文义详细，举世流通，有这八个字。那么王龙书的本子，虽然大有功于净土，但是所会之本呢，这里面还是免不了有错误。这是后来的大德。对他所惋惜的一桩事情。莲池大师又说，超前诸后，去取为进，这是莲池大师对王龙书的汇集本批评。彭绍祯居士也有意见，他讲的凌乱拐串不合原旨，这个几位都是经宗大德。今笔者，这个笔者就是黄念老，酿成古德著述，切记王氏之舍有三，就是王龙书的汇集本，里面有三桩事情。是他不够圆满的地方，不能成为善本。第一个，
王世辉偈仅居四种，未及唐乙。唐乙名无量寿如来会，出自《大宝积经》，乃菩提留智大师所译，多奥妙精要之文，其他四种译本里头没有。那么这个王龙舟居士没有看到啊。从这个地方让我们想到宋朝那个时代印刷术发明了，那就是用木刻板一张一张印刷。宋朝以前没有，以前的这个书籍都要用手抄本，那到宋朝才有印刷，印刷术发明了。啊，那么他这个《大宝积经》里面这一份《无量寿如来会》，他没有看到，就缺少了这一部分。啊，这一部分里有很多精彩的东西，可惜都没看到。那么第二呢，去取为精，去繁一要。啊，他揭露的经文，凡夫的有趣，重要的漏掉了。改身为浅，例如莲池大师所赐，啊，莲池上有批评，如三辈往生，未已戒月发菩提心，啊，三辈都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么龙书居士这个汇集文里头，只有中辈有发菩提心，下辈呢说不发，上辈也没说，这高下十次，古人为尽。那由上列可见的，上辈往生没有说发菩提心，这很重要啊，这是一要重要的遗漏了。下面呢说不发，这就是改身为浅。啊，莲池大师与彭继清居士这个批评是正确的。啊，确实在这个地方疏忽了。第三呢，率意增文，言若自主。啊，龙书没以自著之文言说原意之意。啊，这个自己翻经可以，汇集决定不可以。啊，所以莲池大师责备，超前诸后，未顺一法，这就是责其。超言经文于前，后面呢又自己用自己的意思写的文句在后，因为你是汇集，汇集一定要依据原经，万万不可于原以外呀删增文句，你不能用自己的意思去改动他的文字，这个非常重要啊。故则王氏未顺一法，那么由上可知，王氏之舍啊，他是有错误，而不是不应该回击。
因为绘本里面有很多瑕疵，原因在此地。念老这么长的一段文，重要的意思是让我们对于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生起信心。那么现在很多人反对汇集，没有反对王龙书的，也没有反对魏默生的，偏偏反对下莲居老居士。偏偏这三种会议本都是在家居士做的，王龙书是在家居士，魏默生也是在家居士，下莲居也是在家居士，出家的法师没有做这个工作，在家居士他们做。那么再看彭绍生居士，他对于王龙书居士的汇集本感到遗憾，取魏本康僧铠翻译的，现在五种原译本里头流通最广的，日本净宗大德无量寿经注解有20多种，全部都是用康僧铠的本，就是此地讲的唯一本。那么他将这个本子删记，所以有个删记的本子，这是无量寿经的第7种。但此仅为位移一种的基本，而不是五种绘本。于是晚清，这清朝的晚年了，咸丰年代，大家都知道慈禧太后是咸丰的妃子，咸丰皇帝死了以后，儿子很小，权力落在慈禧太后手上，垂帘听政，国家大事由他做主，皇帝太小了，所以他叫同治，跟皇帝一同来治国，叫同治。魏默生就是咸丰年代的人，跟慈禧太后就是同一个年代的人。为救龙书之师，取五种原意，另行汇集，别成一书。初任命无量寿经，后经镇定王根新师，改名为摩诃阿弥陀经。魏默生的这个译本，文字简洁精当，远过王本，确实比王龙书的本子好，但呢，率字正文之变，未能尽明，所以他这个本子也不能算是
精神。尽善尽美的本质不容易啊！啊，那么这才引发下联句老居士不能不给这个无量寿经的做一个好的本质。啊，是先师夏老是黄念祖老居士的老师啊，陈先师老居士过世了，嫁个仙子，啊，背脂双运，宗书俱同啊，圆融，邪密禅经欲一心，专弘持名念佛舍万德。啊，这几句话是介绍啊，夏老，夏老是什么人？有慈悲心，有真实智慧，悲智双运，通宗通教。啊，宗是禅宗，说是教下，禅宗以外，七个宗派都叫教下。叫通宗通教，圆融显密啊，宗说都是显，除这个之外还有密宗啊，他也是密宗修学的不错，所以显教、密教、禅宗净土都下了功夫啊。晚年转弘持名念佛啊，舍万德，为弘净宗啊，故愿此净宗第一之境破尘圣光啊，即此无上之典饶益当来，乃即前行重新汇集啊，这是夏老真正发心为净宗做一桩好事啊，他有悲心，他有智慧，条件统统具足啊！啊，平齐万缘，严观三载，闭关啊，闭关三年，净坛结界，明心固志，高精释义，放清净尘。那么这三年完成啊，这个本子我这里还有一本，这个本子是夏老用三年的时间汇集的这个书的出版是在民国32年1943年啊，我们在台湾得到把它翻印了1000本给学习的同学
做一个纪念。啊，老居士最初汇集的文字，慈州大师给他做了刻板，这个上有前面有慈老的刻板。啊，那么慈老讲过这部经，没关系，老居士在电台里面讲的本子也是这个本子，我们现在用的本子是夏老居士又以7年的时间把它订正，成为我们现在的本子，总共用了10年时间。啊，得来不容易啊。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接着看。首蒙宗教居彻之慧明老法师受持慧本呢，摄影与佛前为作证明，得到慧明老法师的证明，肯定这一部《无量寿经》汇集到啊，再找不到弊病。律宗大德慈州老法师即指专讲此经与济难，并称为刻判，就是这个本子啊，先救父。没关系，老居士在中央广播电台广播此经，称之为最善之本。啊，佛后于经序中，啊，这个大经有一篇很长的序文，序文里头有这几句赞叹，今当明确。坐然有据啊，坐的意思就是确确实实有根据啊，无一义不在原意之中，无一句啊移出本经之外啊，这就是汇集啊重视啊，老老实实以恭敬心呢来做这个工作五种原译本里面的意趣通通收在这个绘本里头啊，龙书居士有漏掉的，他就把它补足了。见色成慧，失之爽朗。啊，确实，如果诸位读五种原译本，里面有几种真的，文字艰难，深色。意思看不懂啊，读起来也不顺口，他把这个修订了啊，见色成慧他不要了啊，一定的让我们读起来很爽口，读起来很舒服，反复容慢
归于简洁。啊，这个是夏莲啊做得非常之好啊。啊，我们拿这个本子跟五种原意本一对照，你马上知道了。凌乱被称真言，确收心灵圆满。这赞叹这个版本，闭气由美皆备，无敌不守。啊，地是真实，虽与不为之善本呢，不可得也。换一句话说，真正是无量寿经的善本。啊，这一本是集五种原意本精华的大成。虽与不为之善本不可得矣。于是先师会本问世以来，不经而走。这是说流通得快，佛界增续多以会本文简译风，词唱礼云，讲说赞扬，流播中外，见者闻者欢喜信受，持诵应行络绎不绝。啊，这些话是黄念老对老师汇集本的愿望，啊，特别是幕后的两句，持诵应行络绎不绝。啊，但是遇到了文化大革命，所以这个愿望不能实现了。那这也是他很悲伤的一桩事情。啊，近期蒙海外佛学界受辱新印之序章，啊，还没有，只是有听说的，实际上这个经还没有入藏。新建的大经光明常照世间，细贤汇集的深渊心高远程，历代啊，我们可以说从宋朝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想无量寿经有个好本子，我们可以受持，可以读诵啊，到这个本子出现，这才真正是善本，是无量寿经之善本，于此庆献，此是为稀有难逢的大师因缘。真难得。啊，念祖乃巨富凡夫，富是烦恼的代名词，烦恼没有断尽了，
叫举父啊。下凡是他的谦虚啊，不是上上根的，是凡夫里面的下根人。啊，下莲居老居士，他的老师，把注解这部经，这个使命交给他了，啊，嘱咐他为无量寿经做个注解。老居士当年讲这个经，念老师从头到尾都听过，啊，所以虽然他初发心，但是障身会前，沉思众命，失身惶惧，所现的呢，真参先师讲习，亲闻此经全部。啊，且于啊20年，随师之中，啊，跟着老师20年了，20年没有离开老师。啊，老师的思想体系，老师教学的方法，这个他懂。啊，老师样样都通，禅、静、迷，各种的玄奥。所以，初小先师，汇集大经的神仙。啊，那么60年代初，这是公元1960年代时，啊，他曾经试写此经玄义提纲一册，沉思见狠，心蒙应苦，但见文歌豪杰，此稿也荡然。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全毁掉了。那么现在年逾古稀，超过70岁了。我认识他的时候，啊，他大我10几岁。又多病，亏深恩之未报，居无常之将至，所以念老做这个注解，我非常佩服他。身体并不好，带着一身病，真叫拼命的，不顾死活，全心全意，6年时间，才把这桩事情做成功。啊，初稿完成的时候，用油印印了一本，我估计大概是100套，因为油印蜡纸我们很熟悉，再多的时候就看不见了，
应该是选择其中最清楚的一套带到美国。这是1985年，我们在美国遇到了啊，但是在美国只通电话了，没有见面啊。他知道我讲无量寿经汇集本，非常欢喜，把带到美国这一份大经解就寄给我了。啊，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啊，这是他刚刚出来的。我打电话问他有没有版权，他问我什么意思，有版权我尊重你，我不敢翻译，如果没有版权我拿到台湾去翻译。他说没有版权还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啊，给封面题词，我都答应他了，在台湾就印了一万册。最初印出来的，那现在我们用的本子他也修改了好几次啊，所以是校订本啊，也补了一些东西进去啊，特别是关于科学这一部分啊，补进去了啊，到现在成为订本。于是分老兵之参审，即传灯之宏愿，要把无量寿经传下去啊！啊，以此身心供养三宝，闭门西客，全力助经啊，即报先师，即设佛三世上师三宝与法界众生之深恩与万一啊。那么这桩事情我亲自看到啊，我们认识之后那些年，我每一年都会到北京去几次啊，主要的就是亲近这个老人，向他老人家学习。我们在没有认识之前听过他的名字，李老师在教学当中提到过啊，所以他的名字我很熟悉。啊，他是梅光系的外甥，梅老是他的舅舅啊，李炳南老居士的金教就是跟梅光系老居士学的啊，所以梅老是李老的老师啊，我们晚辈要叫他师公。
那么他跟下莲居士老居士是同参道友，好朋友。关系非常密切，在那个时候称为南美白下佛门在家的两位大居士。南方他是江西南昌人，南方没关系，北方下莲居啊，夏老是山东人。我们当中有这个缘分啊，而且在那个时候讲这部经的人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在海外到处介绍无量寿经，他在国内讲这部经啊，那个时候很辛苦。我们都有传灯的使命，都有传灯的誓愿。黄念祖老居士把这个注解交给我。因为它分量很大，我也没有这么多时间一下把它看完略略的看看，摘取里头重要的东西作为讲经参考资料也知道2010年我放下万缘，金刚经上佛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法就是佛法，我把佛法也放下了专攻无量寿经，完全遵循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以黄老为师跟同学们深入细研无量寿经。我们每天学习4个小时，一年学满300天，就是1200个小时，把它当作一种课程来修学。那么这一次是第4次。越学越欢喜，法喜充满我们希望在第4次学习大境界，我们的目标求证。前面3次，我们的目标是在戒。真清楚了，真明白了，没有疑惑了。用真诚、清净、恭敬心，我们要求证。求证就是要求往生。
要把经里面的义理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把经里面的教训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就真的受用啊。啊，不是讲给别人听的，完全是自己修学的心得报告，与同学们一起分享。我们走的是这个路子，我能够理解的，我能够做到的，啊，跟同学分享。下面第八段。我们看146页第二行，佛以本经之殊胜，在于其理其机，这就非常难得。大方广佛华严经，其理不其机。啊，《法华论言》也如是。那么这个经可以说是古人讲的华严奥藏，法华密髓也，都在这部经中。理者呢，实际理体，就是真如自信本体。那也就是常说的真如实相。啊，真实之本际，真心的啊，切理。盖本经乃主真实慧，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并会议真实之理，纯一真实。这部经上给我们讲了三个真实，我们希望自己要能得到。啊，用真心过日子，肯用真心，是过佛菩萨的生活。世间人有妄想，我们在华严经上，在这个无量寿经上学到真心，我们不用妄想，啊，真实之际一般人叫做真理，大乘里面叫自性，叫法性，真如本性。啊，如何能证得？要用真实智慧。真实智慧从哪里来？自性本有的，不在外头，
佛菩萨真实智慧透出来了，他在日常生活上用上了，工作上用上了，待人接物用上了，真实智慧。啊，真实智慧用真心，真心生智慧，真心是清净心，是平等心。啊，清净心是小乘的，平等是大乘。清净没有染污，平等没有动摇。啊，清净平等也就是禅定。自信本定，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四句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自信是真心，真心从来没有动摇过，不动摇就是平等。啊，像一杯水一样，所以我们供佛，什么工具没有都可以，水一定要供。啊，要供一杯水，水代表什么呢？代表清净平等，不是佛要的，是我们要的。我们看到佛前这杯水，时时刻刻提醒我。我的心要清净，要平等，它不是别的意思。那为什么清净平等是真心？如果染污了，如果动摇了，它起波浪了，是妄心。啊，怎么样才不被染污？染污是指外面的境界，里面的情识。啊，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外面境界，把情识引起来了。啊，情识就是染污。啊，把贪嗔痴慢疑引出来了，把财色名利引出来了，把七情五欲引出来了，你的心被染污了，你的心不平等了。啊，那就要练用功夫。啊，什么功夫呢？不被外面境界所诱惑。这就行了。不被外面境界诱惑。啊，也就是说，境界现前，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一定要把它用智慧去关照。啊，《金刚经》非常好。中国过去读书人，不一定是学佛的，都没有一个不读《金刚经》的。啊，这个时候管用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提醒我们自己：既然是虚妄的，何必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心就被染污，心就动摇了，清净平等就失掉了。
清净平等失掉了，这个心生烦恼，不生智慧，不被外面境界所转，不被外境干扰，心是清净的、平等的，生智慧，不生烦恼。这个重要啊。那么净宗用什么方法？用一句佛号。遇到外面境界干扰，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取而代之。我心里头只有这一句佛号，除这句佛号之外，什么都不接受，什么都不往心里放，这就对了，妙极了。会议真实之理，真实之理是什么？往生极乐世界，这是真实之理。没有往生之前，幸运持名是真实之理。我们要记住啊！所以经中举三种真实，称之为纯一真实。绝不是虚假了。我们在这部经典早年的时候学过十遍，讲十遍，晚年的时候深入年老的注解记住，这是第四遍的。对于经上讲的三种真实，体会越来越深。又本经称为中本华严经，经中所诠之一切四理，就是华严的四理无碍、四思无碍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在哪里？就在眼前。念佛的人知道，我深深相信，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南阳来佛寺海贤老和尚知道，他这个僧住在哪里？你们以为他住在一个乡下？一生是标准的农夫，这大家看的，我看的不一样。我看的他住在华严，化身菩萨的境界，四离无碍，
事事无碍的境界。你们能够把他的光碟看上一千遍，用恭敬心、清净心，去看，一千遍之后，你就能看出来了。他住在四无碍的华严境界。啊，华严奥秘，宇宙的全体。那华严奥秘的离体，这学里头讲的本体，正在本经，故曰切离。啊，方东美先生所说的，大乘经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这切离。那么至于契机，更是本经的读神，啊，基是众生根基。佛在经上常常把根基分为上中下三等，啊，起哪一种基呢？哪一种都起，这是本经的独身，也就是什么人能学习这个法门，什么人能够学习这部无量寿经，那么我们看这个经上所教的，设法界一切众生都是净宗的当机者，全都能得利。啊，上面到等觉菩萨，下面到无间地狱众生，啊，去见众持名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持名这个方法，普悲三根。上中下三根，通通是祸，通通得利了，齐收凡身，凡夫行能往生，圣人也行也能往生，上上根者，正好全体成道。啊，下下根针也可医治得度。底下举例子，上上根像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法身大士啊，
啊，所以他们全体成道。为什么？他们对于净宗这微妙完全明了，所以正好全体成道。那下下根的人对净宗的微妙完全不知道，只知道自己生活在六道里头，太苦了，我想离苦得乐。那个世界叫极乐，这个世界叫极苦，我愿意离开极苦，我愿意得到极乐。所以只要一心愿持名，都能够得度。是上则文殊普贤法身大士，一君发愿求生。这个发愿求生记录在四十华严第三十九卷。我是早年读到这一卷的经文，我才真正归心净土，决定啊，我要修这个法门。早年间禅云法师劝我，李老师劝我，我都没有接受。我接受净宗是华严，法华楞严，这些大经到最后通通都归净土，才知道净土的殊胜。才渐渐的意识到净土法门不可思议，不能小看。那么下面呢，无逆受恶，这是无间地狱的业因。无力里头极重的罪业，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在第二十页，五逆佛学大师典里给我们说出五逆的轻重。大乘一章第七卷说，杀夫最轻，是无逆罪里头轻的。无逆罪果报是无间地狱，
啊，杀母亲比杀父亲的罪重。母亲对你的恩比父亲来得大。啊，母亲生你，母亲养育你，母亲照顾你。啊，所以杀母亲的罪比杀父亲的罪重。啊，那么杀阿罗汉次之，次重。啊，杀阿罗汉比杀母亲要重。为什么？阿罗汉是老师，教化一方，你把他杀掉了，这一方人化身慧命，在你手中断掉了，这个因果你要背。啊，断人化身慧命，比杀害他的生命要重。要知道，不知道不行啊，不知道做错事情呢，不晓得。那么触佛身学呢，比杀阿罗汉更重。啊，触佛身学是佛在世啊，你要起个念头杀佛，佛的福报很大，你杀不了他。但是你要让佛受一点伤啊，流一点血，这个做得到。谁做的？提婆达多。所以提婆达多深深堕地狱，真的大地裂开了，他堕下去啊，造这么重的果报，我们不能不知道。那么现在佛不在世了，有没有破佛神学的？有，有等流，跟他平等。是恶意毁坏佛像啊，不是不小心毁坏的，不小心佛像毁坏掉，罪很轻。要是恶意恨他，不喜欢他，这个罪很重。造佛像的功德很大，为什么？业力眼根永为道中，真的造佛像，每一天多少人看到，看到阿赖耶就有佛的种子。你要把像毁掉了，一切众生看不到了，阿赖耶识里头不会有这个种子啊，这个种子不要小看它，它会起作用。有这个种子，来生后世遇到缘之后，它会起作用，它会继续不断的修。如果遇到众净宗，它很可能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你把它这个缘断掉，你要不要负责任？这个最重啊，担当不起啊。那么最重的罪呢？破和合身啊，所以破和合身的最重，就是破坏三身团。啊，故诚实云，
诚实论里头说的，破身最重啊。为什么？何故如是？为什么？利三宝故。可入圣者，不得入圣。坐禅学问，读诵礼拜，如是等事，一切不得，所以最终。这个最造重的啊，为什么呢？把三宝撤散了啊，叫他们还俗啊，不准他们学佛，障碍他们学佛，他们能够修成啊，开始误入，很可能他们里头有成就啊，坐禅的、学问的，坐禅是禅宗的方法去学，学问的是教下啊，读诵的、礼拜的，通通都不能成就了。所以最终啊，三修六合敬，所以叫和合僧团啊，不论僧团大小，佛法最小的僧团四个人，四个人在一起修行，遵守六合敬，遵守佛制定的规矩，就是戒律，那就是个标准僧团。天人恭敬呐，祝福赞叹呐，护法神保佑啊！你破坏他，你不能成就他，这个罪就重了。僧团所在之处，他们这些人修行，真修行，就能保佑这个地区的平安。啊，这是有智慧、有福报的人呐、啊，有智慧、有福报，这个地方不会遭难的。所以，破和合身是造什么样的大业？太重了。舍卧戒者地下啊，卧是什么？拐离之心，你的思想言行不如理不如法啊，众生除尽颠倒，纵此情惑啊，迷惑感情用事，就照下面所讲的十种恶业。第一个杀生啊，包括自杀，就是你自身亲自杀生，自己动手，这叫自杀。叫人杀，自己虽然没有动手，下命令啊，叫别人杀生啊，断害一切众生之无明啊，杀生里头以杀人是最重
啊，杀人没有不堕地狱的，这个人没罪啊，你怎么可以伤害他？啊，唐太宗好皇帝，你看他附体，告诉我们，他躲在无间地狱。人家问他为什么躲地狱？你是好皇帝，好皇帝造了地狱罪业，也得要受报啊。没有受好皇帝就不受过报啊。问他造什么样的地狱罪业？杀人呢？隋朝末年，政治腐败，群雄并起，都来争夺政权。啊，唐太宗是其中之一，把别人都打败了，都杀了，他做了皇上。啊，中国人、外国人全都杀了，无间地狱罪业。啊，第二个偷盗，窃取他人的财物。啊，第三个邪淫，身三恶。下面口有四恶，有妄语。啊，号召虚言，诓惑他人，造谣生事，欺骗别人。啊，两舌挑拨是非，啊，为向此说是，向彼说非，这叫挑拨是非，让这两个人不和，啊，让这两个人斗争，他在当中。挑拨，在当中取利，啊，倭寇，言语粗鲁，啊，说话很难听，啊，真的说毁辱他人，令其受恼，叫别人生烦恼。啊，其余是花言巧语，也是欺骗人。身三，口四，意三。啊，舌恶，意是为主。这个意就是心的恶，贪嗔痴。贪欲、顺情之心，你喜欢的贪著要欲，心无厌足，果报在鬼头啊，贪心多魔鬼啊！啊，现在贪的对象，几乎整个全球到处都能看见啊，四个字做代表，财色名利谁不贪？他要知道因果，他就不敢贪。啊，为什么呢？堕鬼道啊！嗔恚啊，为情之心，是你不喜欢的，不顺自己的意思，心里面生愤怒，
堕地狱，成会堕地狱。非常可怕了啊！第十邪见就是愚痴啊，愚痴的人不相信因果报应，他什么坏事都敢干啊，行邪见道，心无真心，出生道啊，所以收获的果报在三恶道，严重的都到地狱去了啊，次一等的都在恶鬼道。无逆受啊，注解里都说无逆受我临终念佛，亦必随缘得生，这个法门之殊胜，不可思议啊！造作无逆受我是没救的，遇到净土能救，问题他相不相信，他能不能改过，真相信，真忏悔，忏悔是回头，我以后不再造了，这叫真忏悔。啊，横出三界，圆等四土。啊，净宗是直接往生极乐世界。横出，它的对面是竖出。啊，如果我们走的是八万四千法门。这个是一阶一阶往上去，这叫输出啊。我们先要生在欲界天，欲界天再向上去四禅天，四禅天再上去四空天，再出离六道轮回啊，证阿罗汉果。阿罗汉再往上去提升辟支佛，再提升菩萨，再提升是佛，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上去，这叫输出啊。净宗不是如此，净宗这个地方命中就到极乐世界，叫横出啊，输出难了，时间太长，不容易修啊！我们走输出这个路走不通啊！啊，走横出啊，横出的条件就是真心，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因果报应。真正相信发愿求生，佛就来接引你啊，没有丝毫怀疑，怀疑是障碍，心里有怀疑的人，念佛人这一生不能往生。为什么怀疑在作怪？把你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的机会
失掉了啊，所以决定不可以怀疑。那我们要怎样才能不怀疑？必须把极乐世界搞清楚，搞明白，理明白了，事要搞清楚了，才真正不怀疑了，真正相信了。啊，有许许多多人去过的，都给我们所证明。啊，这些表法作证的，万万不能疏忽。他们是来给我们成就我们心愿念佛。啊，生到极乐世界，圆灯四土。极乐世界四土，一生一切生，一正一切正。换一句话说，生凡生同居土，同时等于生方便土，等于生十宝土，等于生常寂光净土。真正不可思议，到极乐世界你就见到观音菩萨，见到大势至菩萨，他们是阿弥陀佛的学生。我们去了到极乐世界，我们的身份跟他是同学的关系，他是我们的学长，我们是他的学弟，一家人呐、啊！啊，所以跟他们并肩，可见此法门之究竟方便，善因群起。啊，所有根基的人，只要握得无力手握。临命终前，一口气还没断，发愿求生，能念一句阿弥陀佛，通通都能往生。啊，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看到这些事实真相，我们自己衡量自己这一生能不能往生，符不符合往生的条件，确实符合，只要肯去啊，没有一个人不符合的啊，造作一切罪业，无逆失误，一念回头，通通得度。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